大家好，我是黑罗果，李文文黑罗果，中文黑罗果，学为普字，我是日本人，我在台湾两年半，在那之前我住在泰国。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发送勇敢日本呵护的各种信息，然后还有我的中文，我不太容易记住中文，我决定做这个 YouTube， 因为如果我不出发，我就不记得了。我现在做这个 YouTube 的同时，努力学习。如果我犯了错误，请告诉我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如果你能教我合乎的基本句子，他如何讲的课，我会很高兴的。你可能已经知道最重要的事情，容易忘记左边是顶部下面右手可以写亲戚，上方是给苏联传达叫左前，注意不要差错，右手可以新进去，新进去，右手可以新进去。我今天先从浴衣，浴衣是和服的一种，不像中简种，casual， 由于非常适合夏天，非常适合热带国家，浴衣的浴衣的长裤，浴衣的长裤，我打算去中文班，进小班。今天到此结束。下次见，拜拜。